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鹿港镇长李正安。那今年是2014年，是尾年吼，啊，咱鹿港今年非常非常的热闹，尤其是咱公所也有办一连串的这个活动。我手提的这个是咧福袋，那福袋是今年吼，这个除夕夜，咱伫咱这个文武庙来这个画画。咱是伫咱10:30吼，暗时10:30，到咱这个文武庙来这个开香，开香完吼，咱的。送福袋吼，送予咱所有咱遮这个好朋友吼，予咱过年吼有一个这個新的这个喜气吼，吼一年通天总会当非常非常这個平安。那么咱文武庙嘛办真济活动，咱按初一吼到初五，咱就办一个这個团圆。那么什么做团圆？团圆就是讲将咱这个以前算过这个物件，比如讲甘露啦吼，这个踩高跷啦，这个踢毽子啦。啊，伊个龟盘吼，啊，佮有咱这个真多真多，以前吼，这伫咧7、8、10年代吼，这个盛过这个物件吼，啊，会当可以有一个这亲子的这个游戏，希望大家吼会当来鹿港文武庙来佚佗，鹿港是一个这个天然的博物馆，所以鹿港过年时啊人非常非常的多吼，而且嘛要邀请咱所有吼，咱一些好朋友。过年来鹿港，也是一个文化古都吼。鹿港无论是寺庙、鹿港的古迹、鹿港的这个小吃，以及鹿港的寺庙吼，是上界灵感的。而且邀请所有咱这好朋友来鹿港行村，体验一个文化的这个过年吼。